好啊，刚才宏达跟我讲，他有深刻的体会。我说，那你讲一下，我举手。就是刚才的老师教这个托嘎法，就是看光法哈。因为我们经常在忙于事物啊，这个有一个启发，就是觉得这个方法可以延伸一步啊，不光是这个眼睛看这个现前的这个光啊，定住。那么可以把内外的，就是所谓内外是自己平时的这个习惯性的感受分别哈，这个身心内外整个宇宙一切的色受想行识五蕴啊，色是物理方面的，受呢一切的感觉，那么就包括刚才老师讲的十种一切入，那么入了之后产生触。触了之后产生受，那么这一切的感受，啊，这是受蕴。还有这个色受想啊，想一切的思想、情绪，啊，还有行音、行运这一块，一切的动态的东西啊，我们身体内的身心两方面，还有整个世界宇宙一切的运动的东西，还有识一切的了别、一切的分别。啊，这色受想行识身心内外的一切，你随时都把这一切就用这么一个光的观念代替，一切都是光，色也是光，受也是光，想也是光，行也是光，识也是光。那么光千变万化，但是是一个东西变来的。那观念上就习惯练习这个，随时开眼闭眼都是光。身体的感受，这个物质的身体，还有周围的一切的物理的东西，也是光。随时你觉得自己散乱了，或者昏沉了，散乱也是光，昏沉也是光，都把它归到这个光的这一个观念里面，掉在这么一个因缘上面。那随时的话，不是一个观念，一个境界。一个境界，对。就这个境界，那不管你一动，个萨玛迪。对，不管你是做事也好，还是打坐也好，啊，随时你只要提起这一念，定在这个境界上，那么一切都归到光中，归到无量光，也是无量光中，那么也可以随时进入这种定境。报告完毕。好，我补充了，你讲得不错，有点心得了。像托嘎法看光如定，观光如定，密宗的大法。我在我这里变成不知钱，爱布施，我喜欢一辈子发愿，财布施、法布施、双手布施，这是我的一生。因为从眼前去看清楚这个世界上的众生。贪嗔痴是特别重，贪得很。求法也好，拜老师也好，拿一点个红包，少数的供养。哎呦，我给老师，我得老师公证，讨厌死了！我也不受这个公证，坑令。所以我早就跟我们老先生讲过。先生啊，以后这个时代呀，不是你们这个过去做法。做老师的做诸佛菩萨，要双手阿弥陀佛画像站在那里，一只手放在胸口托钵，一只手这样布施出去。我们现在我做到不来，我将来是两只手都放下，手心下弯，双手布施。财布施、法布施，众生太贪了，所以在密宗修这个大法不是这样哦。
要皈依、灌顶，是很多的供养，前面还要磕头，不是磕三个头一个头啊，要十万大拜，拜十万遍，然后求了好多年，再传你这个办法。老实讲，传你办法也不像我随便拿来个讲讲，真的要单独的传。你们个人传，我是随便一讲，把它公开科学化的、修理化的，希望你们有智慧拿到。我晓得是不可能拿到的。假使有一个两个真懂得了，了不起，很难的。达到了以后，洪大师讲他有一点体会了，因为洪大跟我这里很多年，平常也听过。我单独跟他来讲过，哈，再跟你讲，我单独洪达来见我，开始，他开始说，我叫他上座，我们俩面对面，很小的地方，坐车，告诉你，他一坐，他都坐好，但是他佛学基础。我说我这管你也用这个看光法入手引导一下，触电一样，我触他刺他一下，他做得很好了。我说洪大，我告诉你啊，假山大禅师有几句法语你记得，不是看光吗？眼睛张开给光明接触，他做得很好。因为初法生成正等正坐，我们还不妄法不太多，他很公正的心，因为他对我很公正，容易接受。哈，人熟了就没有用了。是古人有一句话：“虎生有克正。”老虎生的老虎没有见过，碰到老虎还可以称正，人熟不堪称啊。一般人你对他好了变成朋友，对他随便了熟，比老虎还坏。古人两句话把人生事故说到了，虎生又可正啊，人熟不堪称啊，人熟了比老虎好坏。你说人家都是讨个老婆是母老虎，当着老公是公老虎，哎呀，公老虎也好嘛，母老虎这样恋爱的时候好得很，把两个铺盖要叠在一起，两个身体熟了完了。人虎生有苦症，人熟不堪称。我这个讲话要啰嗦插过来了。当时洪大哥很公正，看光上妆，然后他完全对了。我说洪大，四句话，我不用把密宗禅宗，我都随便顺手捏来，我东西太多了，我还不在乎，随便那样拿出来。我说你记住啊。非常重要。假设禅师要记住法语，目前无法，你们瞪开眼睛看光，眼睛前面没有东西，意在目前，不是目前法，非耳目之所到。我说洪大，马洪大，你懂了啊？他坐在那，知道了。我说好，他现在跟我很多年，当年初初也就这样入手，所以他回去下决心。我说你们同学，我的朋友几十年很多，只有马洪达是此关不错来的，真的此关不错，敌人。我并不是讲将来也是第一啊，至少我的朋友经过那么多年，他可以吃官不做来的，对的。
啊，当时告诉他看光带以后就用假山禅师的法律，目前无法了，意在目前，不是目前法，非耳目之所道。因为禅宗都密宗一样的，这就叫禅。至少在说禅，一般也会写禅的女咯，真的那种他不知道。啊，不知道假设是曹洞法系吧？啊，曹洞宗等偏重于功夫的，定慧双修不像灵济一样偏重于见地。啊，目前无法，意在目前，不是目前法，非耳目之所道啊。他们文学都很高的啊，素养很高。嗯，因为刚才随便讲了达摩禅宗完了，比较下大乘方面引啊，我就讲了看光，随便讲啊。这个法门，所以我还是公正密宗也是对的，必须要依规矩很严格的教育，整到最后啊，单独相传，他才正入，他才会公正，他才得到好处，才可能得到一生成就。像我一样，所有东西宝贝珍珠玛瑙什么花一地去，一辈子随便撒的没有用，很可怜。哎，不过我太富有了，不在乎，撒出去都变成泥巴了，宝贝都在我这里当泥巴用。可是你们可怜了，很难拿到。如果真的去修密法呢，拿到这个也好几年了。好，现在我们转回来啊。这一段告一个段落，说不定又转到魏成师前两天问我，定、慧、再定慧等于七十道，懂止观、禅定，懂小乘的定、四禅八定，懂止观，有没有差别？有差别。大差别，也可以说没有差别，有大差别。那么现在我跟你们讲，转回来啊，时间已经过去了，五六天讲的东西也不算少了，我也是满地东西都随便撒在地下给你们自己捡的，讲了切实修禅定的路线，详细你们也提不出问我，你们也没有功夫的事情，我也没有办法指导你了，大约再告诉你了，你们将来能不能修得成功正果是你们自己的事了。现在把这个方法大概说到这里，然后转到新的法门。你们讲江教授，江上德教授带领他的高阶弟子，这些都是博士，他素来都喜欢玩学识的高博士了。他也在台湾成立唯识学会啊，什么什么唯识你这会，反正我搞不清楚，然后把我们不管我要不要，在我头上就戴个帽子。哦，什么唯识学会的，我是什么，反正很高啊，高到没有底的了，高到了，好嘛好嘛，哦，还发了一个证书证件给我，很漂亮，很花钱做，我也不晓得把它写到哪里去了，对不起。
你大概还在。现在跟江外省我叫江教授讲了30多年，你好好跟我以前说的两年的完，他现在不敢向我交卷。现在讲到这里来到这个有关系，生产的讲到兄弟法，刚才说阿拉伯。